下午好。午安，下午好。Hello， 玉人艾拉，安莎卡拉卡叶白瑞莹。Hello，Hello， 天很帅，谢谢。就是戴个帽子，今天出门了。今天很难得的早起去吃了 brunch， 超准时的耶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在等那个我就两点，今天两点开始预约那个疫苗，我就准时哦，两点开预按下去这样。哦，没有，我先按那个预约，然后再开直播，刚好。好吃吗？但我不怎么吃汉堡，所以我没有。他现在在排，他说服，但是他不是都会那个，就是已进入那个预约平台，然后自动排队这样子。他现在在排队。我就不怎么吃汉堡，所以我把那个面包挑掉。我把面包拿起来，然后就吃里面。我今天吃鳕鱼堡，所以我就吃了片鳕鱼这样子。比较想吃薯条，薯条我也剩很多，说实话，太饱了。我就吃那个鳕鱼、生菜、起司，就是吃里面的料，因为面包我真的不行。干脆单点鳕鱼，可是又想吃菜啊！而且我有看过，就是单点里面的料好像比较贵，那就干脆点一整个汉堡，还有薯条呢，比较划算的感觉。来看一下哦，拆开就可以吃，对啊，拆开就可以吃，还不错，至少可以。拆开来吃，饮料喝伯爵茶，喝去冰的伯爵茶，哎，少冰的伯爵茶，反正泡一泡那个冰块融化了，我就喝伯爵茶。对啊，因为我不喝那种美式的 brunch 的话，我又不喝咖啡，也不喝那个。奶昔，就喝茶这样，还行，还不错。因为我今天是跟就是，反正就是我的阿姨，她就喜欢吃美式，就是从美国，可能从美国回来，然后就比较爱吃汉堡美式，然后我就跟她一起去吃个 brunch 这样。要去给阿姨请了，那也要，没错，又是给阿姨请，被妈妈摔下来的阿姨，我想一下，好像是哦，我妈会把她丢下去，也就，因为我妈是，我才了解，对，我妈是第三个，然后就是老三，对，所以。他能摔的只有最小的那一个，那就是他了。对，什么都会的阿姨。对，但是哎，很酷哎！我今天去吃饭，然后结果就来了两个，反正就是讲英文，就是那一家店都是外国人。我想说，难怪我阿姨会约我在那边，就是都是外国人。然后吃一吃，吃一吃，就是。突然有一个声音，就是嘿，就很大声嘿，然后想说谁，就是我阿姨的同事，然后就开始瞬间仿佛到了美国一样，两个人用英文，然后啪讲话，然后下一个客人进来的也是外国人，我说哇，这间是什么外国人喜欢来的店是不是？现在恰恰刚才说了一封信。然后就开始，哎呀 ，Are you living here？ 然后什么什么怎样怎样怎样什么的，就是
一般的，听起来就是一般的同事，因为没有特别熟，不知道他住哪，这样就是哎、欸，怎么在这里？这样。现场感受一封信 ，Hello 坤坤，伪出，对啊，仿佛来到了美国，在国外小，对对，他们对话很普通，同事就说：“哎、欸，你怎么在这？你住这吗？”说：“哦，没有，my friend 就是有一个什么苏西 bar， 什么有苏西 bar 在哪？对啊，我现在突然回想哪里有苏西 bar 啊啊！我知道，我家附近有一个。”外国人很喜欢去的 bar， 然后它是算是日式的 bar， 但是里面全部都是欧美人士，对，可能就是在那里，好像就是这里。哦，怎么会有 这首歌？Hello， 志宏。就是这样子 ，bar 这么早就开，没有，他好像就是住这里，然后来这边当那个 volunteer， 然后可能就不知道，就这几天可能都住这吧，然后就巧遇了这样子。谢谢杰克送的缘分相遇，对，然后就这样，然后。他们就在讨论什么时候复工这样，但是他们就对我说：“啊，走的时候就说 OK， 什么啊？”他们搞不清楚他们开工的时候，我想说为什么你们搞不清楚开工的时候，很好笑。他们还讨论一下。也是年假，没有没有，他就回来台湾了。对，他从美国回来台湾了，因为也就他没有在美国定居啊，他去美国也十几二十年了，然后就回来台湾这样子，可能准备养老是不是？我也不知道，他就回来台湾了。约好疫苗，哎，他还没有哎，我还在排队，太久了吧？像刚上的浪之心，他就回来台湾养老，准备给我哎、欸、没有，他赚的比我多，他赚，反正我觉得呢，要出去外面留学，真的对，怎么讲，对未来比较重要吧，就是我觉得啦，如果有能力的话。真的要出去外面看看，对。但是我阿姨那时候是公费出国，超棒的耶。回来看我妹妹，她回来养老。对啊，她那时候是反正就是考试，然后拿了那个就是拿了补，就是奖学金出国的，然后。就是所有的学费什么什么都不用，而且他因为他是研究所，所以除了学费不用之外，还有薪水可以拿，就是完全，因为如果你花家里的钱会有点压力吧，如果出国留学的话会有点压力，但是他完全没有压力，因为他不用钱，然后就过去出国，对啊。在那边待了十几二十年这样子，因为他就反正就是他念完书之后，对啊，他念完书之后就在那边就是当助教，所以助教有钱拿，所以就直接在那边就可以一次就待了十几二十年这样。难怪你数学不懂的，因为他是
待研究所，待实验室的，所以理科很好。对，但他中文不好，他的中文真的不好，也很好笑。就想说我们在笑他，就那个美国待久了，然后中文都不会讲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家里有一个理科人是非常对我非常的友善。对，因为我真的看不懂，然后就拿着一叠那种，对我那种被骗，就是原以为是文科，结果被骗来，感觉像在理组的人来说非常友善，就真的所有不会就丢给他，就会把我教到会了。他也在国外英文变很好，他就是只会讲英文，他现在中文他听不懂哎。就是也没有说听不懂，就是你讲比较深一点的字他是听不懂，然后中文那个中文字也不太会写，我都怀疑他的那个中文程度比我弟还要低，因为他是就是在台湾的时候就很混不读书的那种，然后是去国外之后才那个发愤图强，就变得会念书了，这样子。跟阿姨用英文沟通嘛，有时候因为她就有些字不会讲中文，所以都用英文。然后反正我也听得懂，所以就让她用英文沟通吧，这样。你之前住什么？我之前住，你说我的中文程度嘛？哎，我中文程度还是比较好的，好不好？我至少会用那个，哎，我排了十二分钟还没有让我进去，我就用那个，我还会一点成语哎。我觉得是因为在一个全英文的环境下十几二十年。真的会忘记中文的感觉，对吧？好像有可能。因为依云感觉英文很好，我的英文最好的时候是高中的时候，大概我英文最好的程度应该就是刚出生到幼稚园那段，然后因为就进了学校就开始讲中文，然后就一直讲中文，然后讲到高中在。偶尔再讲讲英文，然后现在大学都讲中文，所以现在大学因为太久没有念英文，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英文有点退化。对，哎，有了有了，耶！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哦，学业最好，因为那个高中就是最辉煌的时候，好不好？因为你各个领域都要会，然后。对，高中的时候就各个领域都要会嘛。怎么用啊？哦，按错了，这个健保卡 OTP 是吗？然后呢 ？Hello， 它坏掉了，它不理我。但我也觉得，如果我常跟阿姨出去的话，哎，有了。如果常跟她出去的话，感觉英文就会变好。
择疫苗种类，我这次呢要打莫德纳，好像是因为我前两剂都是 BNT， 然后好像换成莫德纳的话好像会比较好。只是跟阿姨塞爆了，有我进去了，我进去了。你看一下我的日期，灯会单节二十号，是我十四哦，完了完了完了。只有十四号到十七号，那我就只能 OK。我就只能这个时间。好难哦，这样子吗？还是再晚一点，再晚一点。它好像是24小时副作用吗？它好像24小时副作用是吗？它好像几个小时副作用开始啊？我忘了，太久。谢谢阳光送的爱的烟火，谢谢哈流送的浪漫玫瑰 ，Hello 梅普 ，Hello Hello Hello 草莓酱，不然就是16、14，对啊，如果换个。不要好了，我觉得这个就好。然后半夜就开始了，真的假的？12小时，所以好吧，就差不多这里了。这样子吗？这样是成功了，成功了。好，然后是，好，我对，我预约成功了，耶！行。换了换了。哎，我有预约错吗？有，没有，对对。疫苗增加行事力，红色的，然后6点，行。好了，吃午餐了，我今天吃 brunch。6小时后到24小时之间没事的时间都有事，都有事，耶！没关系，我选了一个就是比较没有影响的时间，就是没有大活动的时间。那午餐看起来很丰盛，没错，就是我面包没吃完，薯条也没吃完的午餐。再约，对，疫苗疫苗约好，把事情排不开啊，排不开。刚在帮别人，哦，真的，午安，他的阿翔，排不开，我已经
就是都没有跟朋友约了，因为反正现在疫情也很严重，对，也就还会害怕，对，但就是真的没什么在出门了，但就是下周比较忙，再去告假，如果真的不行的话，当然还是可以告个假，但是也还好啦，跟姐姐说一下，应该还好，就是。因为刚好20号那个灯会灯节，对啊，应该还好，没关系。谢谢郑源送的枫叶。哈哈哈哈，在床上追剧。还行，但是我因为我之前打完都还好，就是大家都说打 BNT 会很严重，但我都还好，会不舒服，但是走动自如，讲话自如，只是比较累而已。但是我常常也还好，就是我打完两剂的 BNT 都没什么事情，就是瘫在这这样，不想动，但是。体温也只有最高也只有到37.7，就都还好，所以我就觉得好像还好。对啊，谢谢优成说的看好你哦。我打完第二剂我还就不舒服，但我还是去吃了藏寿司。我在头上吃得很开心，然后说：“哎，你不是刚打完疫苗？”我说：“对啊。”按那个量体温也过，因为我没有发烧，然后我就只是身体就是很累。就是身体像发烧的那种不舒服，但你本人没有发烧，就不知道，就是这种感觉啊，我就在那边吃得很开心。毕竟吃饭对，睡掉了半天，哎，我也还好，我也没有特别有，你们知道雅轩打完 BNT 就睡了一整天，我想说天哪，多会睡，然后我就想说，那我就打。他打完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，也没有就是不太舒服，就是像发烧但其实没有发烧那种感觉，就这样，然后就瘫在沙发上这样。没什么，跟平常一样。副作用还是会有一点，因为好像听说 BNT 加莫德纳的副作用是第二强。对，那我就来看，因为当初也说 BNT 的副作用很强，所以我就来看看，就是我可不可以三剂都不太有副作用。我妈也都没事啊，我妈打了三剂，她已经打完第三剂，然后想说她完全没事，完全，她是 AZ 莫德纳，她完全没事。被车撞，哎，我不知道哎，到时候再看看。我妈是 AZ 莫德纳，她完全没有事情。你们年纪对啊，但是好像我有啦，我打第一剂的时候有比较不舒服，就是手抬不起来的，手真的抬不起来，我的手真的就只是单纯抬不起来，就这样子。身体就一样，就是发烧37.7而已，就这样子，没有什么。第二季手抬得起来，就只是37.7，也没有什么。对，这次就看第三季会怎么样，毕竟是打莫德纳，但是是半季的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哎。哎，这一季莫德纳好像蛮强的。隔天很。不是打很多人都说就食量变很好，食欲变很好，但我也还好，我打完的时候也还好，手举得起来，就我的第二季手也举得起来，会痛但是手举得起来，但第一季是很痛手又举不起来，对，还在这，我还记得我打第二季的时候，反正就在我们那个公司的
那个衣服放一个地方，然后坐在那边，然后跟小晴吧，然后跟姐姐坐在那边这样，然后他们说林远今天怎么了？因为我平常比较到处飞，我平常在到处跑，然后我那天可能行动力比较没有那么高，然后就这样开开灯，说林远怎么了？然后刘晓晴就说：“哦，他打疫苗啊。”我说：“哦，那关比较安静。”我说：“但就是比较安静，我打完疫苗会安静一点。”请示范要怎么飞？就是平常就在公司里面跑过来跑过去啊。我真的跑过来跑过去。没有要看情况，有时候下课很累去公司就不会这样跑过来跑过去，然后心情好的话才会飞过来飞过去这样子。招巧飞吧，哎也没有，就是看情况，差不多也差不多打，对对对，应该差不多了。跑过来跑过去是在干嘛？就是因为有时候要练习室啊，然后办公室啊，两边跑嘛。就会两边跑，难怪手机会被切，手机乱丢。因为大火头都眼花，对，不然就没有时间打疫苗，哎，就比较难约。我上次已经，其实我上次就可以约，但我忘记约了。我上一次的就已经到那个时间可以约，但我忘了。有没有人吃？没有，我不会到处看有没有吃的，还好还好。公司里面飞来飞去的人也不少，不少吧？因为公司跑过来跑过去还是需要一点时间，但我要比较急的话，就要飞过来飞过去啊。对啊。上次莫德纳上期可能哦，真的假的？我上次点开来是已经是可以预约的隔天的，直接完美错过哦，我真的完美错过。我吃一个小蛋糕啊，我今天要把那个蛋糕，今天应该就吃得完了。我放了一个，我懒得了，我放了一个礼拜。我来把它拿出来。吃点，吃早上吃太油，太油腻了。我很久没有吃炸物了，说实话，太油腻了，不喜欢。嘿，耶，剩酱，快结束了，各位，我要成功了。快点跟我一起见证历史性啊！没有哎，还有很多哎，不想吃那么多，它还有很多，救命哦！等等看次世代疫苗，哎。而且竟然是韩文版，那么酷！不会肚子痛吗？是不会啦，焦糖还好，我觉得还蛮好的。我不知道哎，就是我放那么久，很少有坏掉的东西。不是还好，看起来还好。饱了，这个是我不知道是 K 唱的 ，Lovelies 的 K 唱的。
歌 这首歌 我只记得是那个什么中文版中文的，但我忘记叫什么什么叫什么的什么，我的心思有你猜，那首忘记了。想听，你可以自己放啊。不得不爱，哦，对啊。是同一首吗？这首歌叫什么？我不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呀，我知道韩这首韩文的啊，怎么没有？我看一下。你说不同手是不太行，对不对？韩文版的，我那会第一次听到韩文版。你们家还有蛋吗？哎，好像有。昨天我阿嬷家煮荷包蛋，一人一颗。我想说，哇，那么奢侈的吗？竟然一人一颗荷包蛋哦。但我们家蛋好像还有很多，都有买到。现在有蛋就打，因为现在蛋涨价了吧。我们家是鸡蛋大户。好像是我妈买的，我妈昨天又生出了一盒蛋，然后送到我阿嬷家。我妈一斤价钱就是一颗变十块钱啊，我妈买的。但是我妈就说，因为平常我们家的蛋都是买比较贵的，我妈喜欢吃贵的蛋，所以她说对她来说没差，就是反正钱都一样。之前一直买哦，我有看她的限动，吃料钱，然后之前。不是听说是那个禽流感，然后之前一次杀太多，高级蛋好像一直都买得到。对啊，所以他就好像没啥，就是买高级蛋，就那农场直送这样。他就喜欢吃高级蛋，不是我挑，是我妈挑。他每次这种事情都会到我身上 ，no， 我对蛋没有任何意见，是我妈。我对蛋的那个没有那么执着，但对甜点就有点执着。如果有对对对，甜点比较执着。但是做成甜点的蛋呢、啊，反正吃起来就一样，没差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我妈买哪里的蛋，反正蛋都她来买，我也不知道在哪。就是没有那么在乎。我吃不完了，我不想吃了。对不起各位，我今天又失败了。我靠！咦，好腻啊！由此证明。大家不要吃完汉堡跑来吃甜点，好腻哦！但他不吃就坏掉嘞，但是他没救了，反正剩一点点。台机离开之后回老家开养鸡，好那么酷。高科技养鸡场哦 ，Hello 志伟哥，对啊，
就，但弟弟最近都没有回家，因为他要等到开学才会回来。谢谢男人秋天唱的爆竹，因为他要等到开学才会回来。这样体重是不是持续上升？对啊，那都越来越胖了。没有，前几年有可能是我害的，但现在绝对不是我害的，因为现在他们又不吃了，他们已经吃腻我的甜点了。要点歌没有？这边点我喜欢听的。弟弟去阿嬷家，他要等到开学的时候才会回来，就等到他开学的时候才会回来。姐姐体重都不一样，不会，他才看不出来。大的，谢谢杰克送的好多浪漫玫瑰。大的都在阿嬷家打电动，他把那边当网咖耶。给你们看我的就倒，但是还没有成功。那个就是还没有用好的。难怪没在听到弟弟的键盘声。对啊，他去阿嬷家打。阿嬷家是一个很好打电动的，因为阿嬷通常都管比较松嘛，然后都会就是让他打好打满，这样从早打到晚。谢谢夜白色的浪漫玫瑰。阿嬷应该会吧？没有哎，他都就是正常，我觉得是因为就是在那个发育，所以就是，而且他胃口很差，就是。他没有吃很多哎，他就是吃完那就没了。然后大家就想说你要长高吃那么少，但他就真的就是吃那一碗。但他是有吃白饭啊，有菜，就是正常一碗。但他那种发育前男生不都会吃两三碗吗？但他没有，他就只吃那一碗。我想说奇怪，怎么会这样？对啊，他应该是男生来说的小鸟胃。他会不会长不高？对啊，他菜包没有，他今天吃了什么炭烧牛肉包，胃口还没被养大，没有哎、欸。他就是我吃不完的零食，我吃不完的甜点他会吃，但就是不会多吃。他多高？应该170左右。他现在国二170，但他真的吃很少，比一般的，对比一般在登大郎的小孩来说，感觉就吃很少。你吃不完的应该蛮多的，对啦，其实是蛮多的。但是他现在也就是他现在对那个甜食，可能被我养的也不太想吃甜食了，跟我妈一样。我妈也是被我养的，就不想再吃甜的。我其实是来帮他们减肥的，有没有？就让他们害怕甜食，就会变瘦了。你们看我的城堡，但是还没有建完，就长这样子。我的城堡是我家，可爱吧？
对，我还在剪，还在继续玩。对啊，就上次打开了之后，我就继续剪我的宝了，因为我之前没剪完，我就不玩了。但是现在就要来建造一下我的宝，我的城堡，给你们偷窥一下上面，就是一堆的管风琴。这城堡施工，我昨天施工到快四点，就在建。我真的，我昨天在建造这个，然后建到快四点，因为我一直在就是这样一直去用，然后用完之后上那个高台，然后看一下这样那个比例对不对。我想说，哦，不对，这个应该往左边一点，那个应该往右边，然后我又再跑下去，再继续重用，调整之后又再跑回来那边，然后再看一下，然后就好奶怪怪，再加点什么，就一直这样来回跑，真的会疯，真的是见到疯掉哎、欸！但是玩动森真的很有耐心，大真的很大工程，要建迪士尼，没有迪士尼的话就是粉红色的城堡，但我 no。我不想要建粉红色的城堡，我要建，这是什么？我要建真正的城堡，就是那种。而且现在2.0有很棒哎、欸，我好喜欢2.0哦。就2.0有这种城门、城塔，就是新的家具。Oh my god， 符合我胃口，超棒的。花都花完了。还没有，我就是因为滑那个速度很慢，我的杂草跟花真的太多，因为我荒废太久了，那个花很可怕，挖不完，我跟你说铲不完。但是竟然有一朵蓝玫瑰，这样放一放有蓝玫瑰，我觉得不错耶，真的不错哦，放一放有蓝玫瑰。你看我这猖狂的花田，很可怕吧？他们自己长出来的，太可怕了！花儿的求生意志，真的。当然，这样我打完疫苗，我就可以躺在沙发上，然后做这件事情。太多了，再给你看。而且我现在家具都乱放，就都放在岛上，又比较方便。你看我的猖狂的玫瑰花田，它自己长的。我原本这两排吧，就它就进行，就是全部都长出来，就觉得很可怕。对，我不知道我要铲到明就是几年这样子。对，然后我看一下我的花儿，你看。还有一个金色玫瑰，对啊，下个月就，对，真的下个月就会暴涨，超可怕的。但是我现在就是，而且现在还可以种菜，那个种的东西又更多了，很可怕。幸好是用它长不行，我要建我的，我要建我的岛，这个长城，这是我的桥，那旁边都是原始丛林，我还没有建完，太花时间了。里面，城堡里面长这样，很可爱吧？耶 ，Hello， 对啊，太多了，请他们好像都不玩了、欸。都没有人上线了，以前都有啊，以前我都去肉肉岛上钓鱼，因为他会一直帮我丢饲料，然后我就一直钓鱼，两个没有，我总共用了超多管风琴，我用了5个吗？
我好像用了5个管风琴，我把我家的都搬来用了，那管风琴不够，我就把那个家里的管风琴也搬上来。看一下，1、2、3、4，对，5个管风琴，有5个。退流行，结果我又重新开启了。建豪在请人学呀。用建豪就是自己的成就感。现在成人生，我也觉得大家都不玩，大家都去玩别的游戏了吧，宝可梦之类的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是感觉大家都，对啊，没有人在玩了。也是啦，可是还是挺好玩的，因为其实。就是大家都建完了，大家都很厉害，就都建完了这样子。但是我就是都还没建完，所以就需要一点时间。大家都是他们的岛都5星哎，几乎，所以他们是没有玩的必要啦。那我是可以继续玩的。有主菜系统之后突然变心，欸，我还没有去玩那个主菜系统，欸，个人像的部分可以自己玩得很开。对啊，我是二，欸，对啊，我是2.0先锋。哦吼，我还在考虑要不要买那个，欸，DLC 是吗？它是突然变那个开心农场，我突然要说突然变农场，突然就是多那个外道的感觉，对不对？5星就随缘，而且我之前反正就是有遇过一个朋友，他家的岛很厉害，就是比如说不是有一只猫是埃及艳后吗？还是什么？然后他就把他家真的变成埃及艳后，就金碧辉煌那种感觉，然后就是把每一个居民的家都弄得很厉害，然后我觉得超强的。然后我从他那边拿来了一堆钱，他给我了一堆钱，很厉害，就是可以去外面当室内设计师。哦，哎，好好玩哦。反正我有点想要买哦，就是艳后是不是啊？居民的家就是外围，就是居民他家搬在那，然后他可能外面就布置那种符合他的，这样不是内装，不是内装，是外面。对对对，就是一区是埃及区的那种感觉，一区是日本风那种感觉。就是有那个差别，很厉害耶，我好喜欢哦。对啊，很喜欢。你看那时候我的朋友们都很会玩，但是现在我是2.0先锋。然后加的钱是不是搬不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就是因为他们。就是都已经建设完了，所以钱剩很多，然后我就去他们家把那个就是给我一堆什么券啊，那个钱啊，家具啊，家具他说随便摸，因为那家具就是摸了就会有嘛，就随便摸，就是这个游戏的初期呢就是各种补助，从别人那边拿来了一堆好处，这样子很快乐。没有搬走，就是摸家具就可以自己在自己的岛上就可以买到，很快乐。哎，对了，我昨天啊去朋友家，对，拿过就可以买了。我自己也常去肉肉岛上摸家具，就到处摸这样。而且跟你讲，肉肉岛上，我去那边做超多事情，就是许愿啊，然后钓鱼啊，那边超多鲨鱼的可以钓。
然后墨家具，对。然后我去那边摇他的果树，因为别人岛上的果树可以卖很多钱，我就各种摇，我还去挖了几朵花，这样没有没有，他说随便拿，他跟我说随便拿，是他跟我说随便拿的，绝对不是我乱拿。还能去拜访别人，要他开导，但是他因为他现在也没有在玩了，所以就没办法去，还真拿不了多少，口袋很少，就可以先钓不同鱼。哦，对，没有，但是我们都是被绊倒。不会太有气质，我怎么在听这种？这是在我的那个推荐里面。哦，真的假的？他就这样唱完了。假的？哦，真的吗？大家都疯倒。哦，是大家都疯倒了。我要讲什么？哦，我昨天就是看了那个。那个大侦探的，也不是昨天，这几天看了大侦探的那个演唱会，又看了那个前导，就是先导片、先行片，是不是？的确变蛮多的，但是我觉得那个演唱会还不错啊，挺好看的。明天，对啊，20号第一案，期待去别人的那口罩，现在要设计别人上的，说是什么意思？现在还在掉下来，哦，真的假的？这时候在听什么？哦，那个吗？那个我没听过。什么意思？设计别人上榜？你看，我喜欢那个 Number One， 那个他们那个歌是真的团歌哦，我有吓到，想说怎么竟然有这种歌，太好笑了，真的太好笑了。然后请别人上 QR code， 上班去拜拜。好的，志宏拜拜，加油加油。Hello， 博成北极熊，谢谢博成送的非你莫属。但是当然，就是之前的演唱会比较好看，又有白敬亭，是这样讲吗？是。哦，是哦，因为我没有在看《名侦探学院》，所以不太清楚。但是我最近这几天有在看《名侦探学院》的。谢谢黑杰克送的爱的粉红宝宝，太可爱了吧！现在熟悉的角色比较多，对啊，现在就是，但是其实也没有，就是他们这次的。班底也是邀之前就都有上过节目的，这也是算熟悉啦，对吧？你知道我最近就在看，因为没什么好看的，我就开始看那个《名侦探学院》，因为他们也是用名侦一样的
布景，然后他们就先拍，然后拍了赢的那个人可以去明侦当助理，所以那个朴义新就当了很多次侦探助理，就是因为他一就是他在那边赢这样子。耶稣哦，耶稣，那我有看到。谢谢中和喵喵送的行李箱，我现在在捡我的道具，把它装，就是。利益暗杀，对啊，不知道哎，有我也希望不要。但我现在就是每天都在玩动森，寒假都在玩动森。当初但上次直播就不该打开它，一打开不可收拾啊，一直在玩。寒假对啊，寒假还没结束啊。日子过得很惬意，没错，还行，蛮惬意的。我看一下我可以带多少，我先把它。玩动森时间，哎、欸，真的，就是我在那边瞧一下那个城堡，就不知不觉就到凌晨了，很夸张。我是想说，我只是瞧个城堡而已，竟然花了那么多时间，太花时间了。这个，哈喽，大家好。我去看一下，我其实不知道，就是新的动森的那个咖啡厅要干嘛，就是感觉没有干嘛。马里奥奥德赛，年假就结束了，对啊，就很快，对不对？哎，我是按到重播日。真的很可怕，超快流失的。对，真的会这样。就喝咖啡啊，好无聊哦，竟然。我找你有什么事吗？哦，好，没事。但我觉得就是还蛮好玩的，就是室内设计，设计岛屿建设还不错啦，至少都完成这样，那就把它建设完好了。僵尸校园哦，僵尸校园最近好像很有名哎，但我没看，我通常那个有名的，我连鱿鱼游戏都没看了，我不知道要。我有兴趣，鱿鱼游戏我是看第一集我就没什么兴趣，我就不想看。僵尸校园就是我觉得僵尸片都差不多的样子。我连看《失速列车》我都觉得就是很平淡的，把《失速列车》第一集跟第二集都看完了，我就这样躺在那边。就是看一看就觉得好像没什么好看的。重点是有没有帅哥？对啊，最近很红，对，最近很红。第二集真的没什么好看，就是我连第一集看了都蛮无感的，第一集跟第二集。我喜欢看的东西好像跟别人不太一样，有吗？好像也还好啊，有些我觉得好看的就还蛮好看的，
说僵尸长得可怕吗？僵尸我觉得比起僵尸片，我觉得恐怖片比较可怕，僵尸片就还好哎，看了无感。看到大家都爱看，我就偏偏不想看。哎，有时候真的是这样，就是现在红什么啊，我就不想看啊，就看一下简介啊，就还好啊，就不想看了这种。叛逆型，要多叛逆。但有时候真的会这样，就是大家都想看的时候，大家都喜欢看的时候，就觉得华灯我到现在都还没看，就是不知道，也是没什么兴趣的那种。但是突然想到了还是会看，就像我想想，我之前那个城池堡垒，你是我的城池堡垒，就白敬亭演那一部，那时候大家都推荐我说一定要去看，超好看这样子啊，我就不想看啊，然后我最近就把它看完，就是等我想看的时候我才会去看，我不想看的时候别人怎么说我都不会去看。大家都讨论剧情，结果完全插不上话。哎，我也是，就是他们想说，哎，人家华灯第几集啊，怎样怎样，你有看昨天那一集吗？什么？然后我都开始说，哦，我都没看。你赶快去看，赶快看。说，哦，是哦，好。对，我是不跟风的类型，就是我一定要突然想到，或者是这部片一上来我就很有兴趣，我才会去看，对，不然真的没有那个。就像开端吧，开端也是因为开端我在等它全部完结，对，因为我想说开端好像就15集，好像可以看一下，然后我就等它全部完结才去看，对，然后其他像是那时候那个丁禹兮的那部，我忘记叫什么，月光变奏曲。那个也是，就是看了一下，说哎，虞书欣演的，那感觉可以看一下，然后就看了。对，就这种我有兴趣的，我才会跟着他啊；没兴趣的，就是哦，到时候再说啊。到时候我记不记得，就是要看我记不记得了。但他一次看完才，因为我是很就是很没有耐心看剧的一个人，所以我就很常。就是按那个右，就是键那个键盘的右，就这样，因为一次跳大概5秒10秒这样，就蛮短的，所以还行。然后就这样一直按，一直按，一直按，所以通常都看很快，所以一定要等它全部完结之后再去看。没有，我连两倍速都不想看，我连两倍速我都觉得很浪费时间，我都一直按，就是跳过跳过跳过。开端蛮好看的，而且它就是一个很不复杂，那个剧情就是长那样，就是蛮好看的，说实话，而且一直在反转，我觉得很好看，很酷的一部剧。一直跳也是真的吗？我习惯一直跳，哎，我不喜欢两倍速，我喜欢一直跳，就是比较跳。今天薯条撒一堆，哦，那个薯条是起司粉，它不是盐吧？它是撒起司粉。对，然后那是鳕鱼堡，都不怕跳过什么吗？如果感觉有跳过什么，我就会再倒回去看。对，我就会倒回去看。果然是美国人都傻。对啊，它就是一间很美式的店，难怪外国人喜欢，真的是。跳过去，对啊对啊，跳过去发现，哎，好像跟不太上哦，就跳回去。为什么要这么迂回？因为有些比如说谈情说爱的部分，我就觉得很浪费时间，我要看的是剧情，所以我就会这样一直按。
啊，跳过跳过。嗯，这我只看那种剧情主线的部分。因为通常现在很少有那种主线是恋爱了，就很少。我就不太喜欢看那种剧，我都看那种，我也不知道。像你看啊，主线是恋爱的剧，我都弃掉了。像《月光变奏曲》那个，我真的看到一半我就受不了，我就不看了。但丁禹兮是很会演，他真的很会演。然后后面是。我忘记了，我真的很少看那种。发现是剧情逻辑版就怪怪的。这些就是对陈，对啊 ，no， 我喜欢那种，要么就是像《城池堡垒》一样，有那个医生的剧情，又有特警的故，就是他们虽然是一部，也是主线，也算是恋爱的剧吧。但他因为他两个主角的职业，一个医生一个特警，就蛮特别的，所以就会想看。谢谢玉人送的爆竹。但我真的没事，很不喜欢看剧。我看剧的时间只会出现在寒暑假，就平常我不太会看耶，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耐心。是要看什么剧？所以平常都不太看。谢谢综合喵喵送的小玉儿刷起来。金田一第五代真人版是道之俊佑对吧？我阿公前几天在看《极道鲜师》，然后就看龟梨和也，在那边说哇，有够久以前的剧，而且因为现在未来日本还在重播《极道鲜师》，上次是第一代，现在在演第二代，好像就会一直演下去这样子。对啊，现在在第二代，所以我阿公就。之前看那个松本润，然后现在看龟梨和也这样。Hello 北极星，他以为阿公也想，没有，阿公现在在看《极道鲜师》。对啊，看第一代那个画质，没事，因为我阿公平常在看什么幕府将军哦，那个更早哦，我跟你们说，那个你看就说哇塞，这样。现在电视还有在演那么古早的东西的吗？那个这样古早到一个会傻眼的那种，真的超古早的哦，那个很可怕，真的。所以我觉得阿公突然从幕府将军跳到极道鲜师，也是跳蛮，就是跳蛮多的。阿公很喜欢看那种，很搞笑。就是而且不是他那个制作，就是拍戏制作自己频道，我也不知道。他幕府将军我看没几次，但是就是知道他，我有几次去那个阿公家，然后就看到他在看那个，然后想说哇，到底是什么时候的电视啊？我不知道哎，但是我知道那个《极道鲜师》是未来日本台的。有去哦，真的假的？啊，跟我看摔角吗？没有。而且我昨天就去我阿公家看奥运，我就去看冬奥。然后阿公一直很想转台，转去《极道鲜师》，他就讲，因为我在看冬奥，昨天是。那个1500的速滑，然后1500速滑完，好像是什么？你想一下，好像是
我忘记那叫什么，反正就是我不会，就是其实我对那个项目也还好，但就是开着看这样子，因为其实台湾有转播的蛮少的，所以我想说好，那就打开来看一下。然后阿公就真的想偷转台，转去极道鲜食。阿公，我看到答案，我觉得应该有诶，我也不知道。假面骑士合作店有这种东西，那么酷。他不会，阿公哪会知道自己长得像？也还好啦。对，大概就是昨天的阿公，后来我就让他转台了。有些要素跟幕府讲有吗？有吗？女生输哪有输掉？还没有。那还有，他只是那个第一轮，第一个起跳的时候，那个冰上有坑，因为他是第四组第三个嘛，他前面有三个人滑了，所以冰上有坑，其实就蛮正常，就只是运气不好。还没有好不好？还没有。那还有其他项目的呀？有机会的，他最后是那个预赛第四名，对啊，他是要挑战4A。他这次的要挑战4A，但是其实好，其实有人分析说，因为最近那个陈威吗？他的那个平常的花滑的那个技巧分就是很高，所以就是有人就说，如果那时候比赛前，有人就说羽生如果要夺金的话，那就是他除了要完美表现之外，陈威要出现一个失误，他才能夺金。但是因为陈威也很厉害，所以就是大家就那时候比赛前，大家就说就是，反正就只能看最后。如果现在第一是那个日本人，第一是日本人，但忘记叫什么名字，什么。什么手？什么？又会莫名其妙被取消资格？不会啊，羽生不会啦。羽生结弦应该不会。如果是羽生拿金的话，很快乐的吧？他们说他就是没有，不好说。我看一下，不是我说羽生拿如果要是羽生拿金的话，不会有，不太会有那种所谓的争议。我看一下等一下大四等一下我看一下95.15，对啊，反正现在报道都在说他的目标就是在4A，完成4A，这样子。
一下哦。哦，他是短节目第八耶，然后和陈威有18分，但是因为他第一个那个原本要四周跳的那个，因为没有拿到分，所以才会差那么多分。但其实，对啊，18分蛮真的是蛮大的耶。他还有一个自由滑。反正就是希望他的4A有成功。希望到时候阿公没有要看极道先生。应该没有没有没有，台湾没有转播花花，台湾没有转播，只有在那叫什么 MOD 上有，但我们家阿公家不是 MOD。我们现在也不是 MOD， 所以我就只能看网络上。但网络上很奇怪，对啊，就是艾尔达，但我们家没有艾尔达，所以我只能买手机版的。但是手机版我买了，但不让我看，他只让我看了，就是我也不知道，我明明就买，我应该没有买，对啊，我是买什么？我是买。对啊，我买100多块，然后有90个电视频道，包含新闻、运动什么，就是运动频道都有，但是还是没办法看啊。我也不知道哎，我还没有研究完，就是没有让我看。有吃到运动，对啊，就它上面有写说有运动频道，但还是有了耶，哎、欸，有了耶，还是只能用二台的呀，是吗？哎、欸，没有，它突然可以了，啊，我知道了，还是因为我今天。重新登就登出登入他才能，是这样吗？啊，好可爱哦，金色的冰墩墩，太可爱了。我今天怎么就是我最近北京冬奥怎么滑都是冰墩墩，超可爱的。有了，我可以了，可能就是要登出再登入。对啊，我今天早上在吃 brunch 的时候一直想看，但一直没有，就是。连那种就是你看像比如说昨天的赛事可以回放，就是也都不行啊，女子哎、欸、你看就长这样子，就是为何他是只能冬奥二台的也不行啊，为什么哎、欸、又不行了、欸、还是这个是不能看的，只能看这种是吗？哎、欸、也不行啦，我又不行了。哦，还是只能看现在在转播的，这个又可以了。女子雪板障碍赛半准决赛，这个又可以了。为什么有些可以，有些不行？手机壳跟我哦，真的吗？我是贝尔的哦，对，我上次发文，对，他是贝尔。对啊，就是现在的练习预赛。只有体育二题也没有啊，体育冬奥二台不行，体育二台可以，那要怎么买冬奥二台的东西啊？对吧？要怎么买冬奥二台运动馆？哦，运动馆是吗？所以要加购运动馆。哦、要你对啊，要我付两次钱的意思，太坏了吧！
行，没关系，我再看明天，明天的那个。没关系，我来看明天的是在哪一个频道。如果滑冰在冬奥的话，我就买；如果滑冰在体育台的话，我就不买。这样子，对啊，没买到冬奥的方案。哎，我不知道哎，因为他那时候就只有他只有给我三馆的选择，就是第一次的方案只有电视馆、影剧馆跟运动馆。然后我想说，运动馆99块。然后还不如买电视馆，因为电视馆有包含运动馆这样子。然后我以为运动就是有包含所有运动，结果没有，冬奥有冬奥的台。哦，怎么这样子？因为他也没有列细项，就是他没有列那个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羽生的步冰场正式训练，主冰场正式训练，男单自由滑9:30到11:27，9:30的台，男单自由滑，对，花式滑冰男子长距，这个吧，就赛前辅助视角，还有这种东西，哎，是体育台耶，那好像可以哦。好像不错哦，辅助视角。一般是电视，对啊，电视馆比较划算，对啊。但是现在就冬奥，看一下冬奥馆自由啊。嗯，没有，他没有那个练习的。北欧东，我看一下今天有什么。今天有冰壶、每日颁奖典礼、雪橇、冰球。哦，今天有冰球哦。行，差不多是这样。那有体育台耶，那买体育台就那就不用多买，只是其他的可能看不到。但好像比较重要的就会在体育台播的吧。高山滑雪女子区道赛第二趟，对，有体育台，然后雪板，还有什么？就是台湾比较会看的，好像都在体育台。冰壶不一样，欸，我不知道，我也没有看过冰壶，冰壶就一个。我知道，我也只看过 VS 阿拉西的。哎，最近好像有在，就是有在播 VS 阿拉西，好像。哎，这边还有城墙哦。我捡到意外的家具，我不知道我把它丢在这。喝一个。刷地板。对啊，不是很像刷地板吗 ？VS 他们。没有，那个现在台湾在播的就还是旧的 VS 阿拉西。哎，但是我现在也都没看到，哎，就是现在到底改成什么？我现在很久没有关注日本综艺了。我前就是上次在看那个 J 加跨年，然后就觉得哇，那个变好多，但是。艾巴桑又回去，哇哦，很开心哎！为什么没有？
刷了钱，什么意思？他们其实商业主持，对啊，他就是我知道是他主持，是还是因为 J-Quad 的时候他有回去，然后有讲讲，然后我才说哦，原来现在是他主持哦，我都不知道哎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想办法增加摩擦力。这里是刷。哦，那么酷。什么丫丫？那我觉得晚上，哎，我看一下晚上。我看一下晚上是体育台，什么时候是体育台我就可以看了。我看一下哦，冰湖是不是？哇，冰湖是冬奥。哎，等一下哦，短道镜，哎，是体育台，我要看那个速滑很好看，女子1000，男子1500决赛，女子，哎，那男子。看一下男子1500，嗯，那可以买呀。没有，结果现在被速滑。我等一下，我看一下明天的赛事。明天的赛事，雪板、雪橇、花滑，嗯哼，高山滑雪，嗯哼，冰壶，女子5000，哇，太长了吧？好像没，我再看一下。后天高三，哇，10000，冬季两项，短道速滑1500，哦，这个我要看，这也在体育，哎，怎么办？我要看的都在体育台啦，那好像不用买冬奥台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长曲是10号，长曲是明天，三台晚上7点有重播。我家没有艾尔达，对不对？艾尔达好像只有 MOD 有，我好像查过了，我家没有，我只会在手机上看。好难过，恭喜省下一笔，太快乐了，耶、yeah ！可是就看不到冰壶了，就是不能随时随地想看什么就看什么，就是要看是不是体育台这样。MOD 哦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那我家没有，太难过了。对啊，我们家不是用 MOD 的，就不行了。冰壶，哈，真的假的？那不然我就等那个结束，我在网络上看，就不能看现场直播了。回家的路，辛苦了。比赛到底长怎样啊？我来查一下，我真的完全没看过真，就是冰壶，除了毕业沙拉奇之外的冰壶，我真的完全没看过。等一下，我去拿个。我的可丽露，当然善果屋的可丽露。就是我平常没有去特殊的店买，我都会去善果屋买。善果屋的达克瓦兹跟可丽露都是，那叫什么？标准牌，就是好吃，
就是没有特别的店的话，我就会去那边买。一直哈，我要看，我来查，看有什么，就上网随便查一下，应该就有比赛画面。我看一下，攻守城啊，有报道，有报道，看一下。Writing's not that easy.谢谢乌宇送的浪漫玫瑰。Sentence is grammatically correct, but it's wordy and hard to read. 看到了，真好看一下。哎呦，冰冻真的抢不到。金牌战，白色衣服挪威对决蓝色衣服意大利，意大利年轻搭档在预赛打出了九连胜，在金牌战之前是唯一不败的队伍。挪威这边两位选手，挪威夫妻和 Nary Garten 两个人刚好是夫妻档。夫妻搭配比赛不累，第一局挪威队先攻，尤其是最后第五颗大胆尝试直接推进大本营，最后意大利还蛮像 VS 阿拉西的冰壶，想办法把挪威的壶推出圆心，不过最后还是功亏一篑，挪威队先吃得点拿下了两分。第二局意大利调整策略，先大量在圆心附近累积自己的冰壶，同时形成紧密的防御网，最后意大利在第二局拿下两分扳平战局，延长他的滑动赛事一共要进行八局。第三局挪威夫妻档后攻，第三壶哎，对，这在刷他的轨道哎。两颗意大利的石壶，但是意大利在第五颗机会，力道、准度都恰到好处，红色石壶刚刚好就停在圆心。最后这一局又是意大利拿下来，抢下一分。哦、前三局比完，意大利暂时三比二领先。好厉害！刚好停在圆心。准确率和力道都接近一百分。第五颗哎，真的丢出去，然后一直刷刷刷。意大利拿下一个三分大局，扩大领先为六。好酷、哦。五六两局双方各得一分，关键的第七局挪威队必须抢下，并且获得多点分数，有机会上演大逆转。所以那是增加摩擦力，是不是？挤进圆心，最后也顺利拿下了两分，将比数追到五比七。就是他刷的是增加摩擦力，所以让他减速。再加上又是后攻，基本上就是不断破坏挪威的石壶，让对手无法接近圆心。只要防守不失误，就能够顺利摘金。很快就来到意大利的最后第五颗，目标是破坏挪威队的两颗石壶，就能够胜出。有女选手 Stefani Costantini 操到最后一集，很快，好好玩啊、哦！完美绝杀，意大利最终以八比五击败挪威。但是要我看整个赛事，我应该看到睡着，我应该看到睡着。看一下有什么。运动会，运动会考虑冰壶是吗？对，有点。你说我们下次办冬季冬季运动会这样子。太好笑，办冬季运动会。我看一下哦，有啥呢？我挑战四圈半，我先就直接趴在地板上，我跟你们说，直接趴在地板上，我可能可以去试那个推冰壶，我就在前面讲试试，我那边刷刷刷，可以试试看，那个看起来好像还行，就至少不会跌倒，也不会受伤。推人啊，对啊，我们坐在那个雪橇上面，雪橇板上，就那个雪橇上面这样，然后就把它推出去，跟谁跟推酒瓶一样，把它推出去，然后得分，好像可以玩呢、欸，很不错哦，啊不错哦，人体对啊，人体冰壶，不错啊不错，需要把每一个细节都扎实完成，好像真的不错。推冰壶，好，我就这样出去了，好像真的还不错。谢谢卡恩送的看好你哦，粉丝买 VIP 去游记 ，Oh my god， 好可怕啊、哦！你们确定敢上来？只是怕有怨念，直接推去撞墙这样，天哪！
欸，好像很好玩耶，好像真的很好玩耶。看一下，欸，其实报道也不多。对啊，报道也不多，但就是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玩起来会不会应该很可怕？我觉得应该很可怕，可能会有很多人就是推出去，然后就翻了，然后就倒了，这样好可怕哦！对啊，先不要，先不要。我上次运动会已经够惨了，有点可怕。越野滑雪。不要，那时候那个小三美玲推出去，阿潘推出去，哦，那个不撞墙就难哦，感觉很可怕。北京冬奥越野滑雪女子15公里追逐赛展开决赛，65位选手将用滑雪。我看一下有什么花滑，好像没有什么。冰壶、速滑，为了烤肉，烤肉，要满满的方壮店，很可怕耶，对啊，但也很想这样玩，因为我们真的很少这种，就是可以玩的。活动很少耶，好像对啊，竞速滑冰很好看，其实很刺激，我喜欢看刺激的比赛，竞速滑冰很刺激耶，就是我比起奥运我喜欢看冬奥，我不知道，就可能因为奥运的话你就会觉得，比如说你比田径你就会觉得，哦，好热哦，好热，就看的人都觉得好热哦，好热，但冬奥就是因为都是冰，就是，哦，好舒服，哦，哇哇哇，就很开心，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颜色的关系，因为冬奥都蓝蓝的啊，蓝色白色，就看起来心情很愉悦这样子。对啊，如果你看奥运就是你就觉得他们好辛苦好累哦，怎么那么累啊这样就是对，我也不知道哎，但是就是看竞速滑冰，对啊，速滑是好看的，我看一下哦。但是没什么报道哎，怎么都没有报道哈，没什么报道。这天气看感觉很冷。那时候开幕式那时候北京好像是-4度、-5度，感觉很冷。看游泳就不会热，哦对啊，所以我奥运都在看游泳，我奥运在看游泳。真的比较真的太冷门，好像没什么人在看冬奥，真的没什么人在看冬奥的感觉。哎呀，黄玉婷在1500公尺决赛和英国选手初赛第一组排在外圈，最后直线冲刺。黄玉婷虽然拿下了2分00.78秒成绩，那个不太好，就是对。通过终点时，黄玉婷。好的。他好像4个还是5个，就没什么人。但我个人觉得呢，就还是要关注一下赛事，因为我都已经关注3届了，我从索契奥运、索契冬奥、平昌冬奥、北京冬奥都有在看，
很好看的。跟着脚有点吃力，对，冰壶的部分。快说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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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还行哦。芝山铁粉，算是吧，至少看了很多，我也还好，因为我都在看那个雨生。我从国中的时候就一直看他比赛，好冰哦！好看，我觉得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去看一下比赛的部分。没有，好像是同时间，刚才写是国中的时候啊，同时间。我想一下。今年2022减八十八减减四十八十四2014年的时候，因为我是从索契奥运开始，对，我是从索契奥运的时候，教务处贴了羽生结弦海报啊，没有，我不知道我从哪里看到的，反正觉得哇塞，太好看了，然后就经过学校教务处说，啊，怎么这边有海报？然后就羽生结弦，大大羽生结弦的。然后他说：“哇，干嘛？里面老师粉丝数是怎么贴在这？”这样，运动比赛，那冬奥比较，对啊，很快乐，因为冬奥玩一年，所以就一直有奥运看的感觉，真好，很快乐哎。就是都在追那个奥运，我很喜欢那个刺激的感觉。又要看到羽生，因为他就昨天比赛啊，没关系，反正他已经，他其实因为羽生其实已经是，反正一定会留在花滑历史名册上的一个人，所以对他来说。好像他的事哎，就真的比较重要。祝福祝福。他已经很厉害了，追求突破了，对啊。这个我倒是没有看，我冬奥的时候我好像真的只看了游泳。我真的只看了游泳哎。其他就是电视开着，但我在滑手机，这样就是我那时候我在忙吗？对啊，我为什么冬奥只看游泳啊？我还爬起来看游泳哎、欸。为什么？还是我其实有看，只是我忘了。有可能有看哎、欸，没有，我没看，我是看回放，我是看重播。我想起来，我是看重播。有一次是对那个印度哦，印尼还是对，我是看重播，对，那就是这样。怎么只看游泳？游泳帅哥多、哦，是这样没有？我看那个女生游泳哦，就游泳。我就整个就这样看完了，还有体操啊，体操跟游泳，不好意思，但是我男女都有看，我讲真的，因为那时候反正体操我也看了，体操各项目我都看了。体操身高就没关系啊，我体操就是看艺术，
就是很好看，体操就那个，你知道，就喜欢看那种比较有艺术性的项目吧，美感。对对对对对，我对球类真的无法，就是球类，我第一我对球有那个奇怪的积怨嘛，不对，我对球不合，对，我无法啊。跳水我有看，对啦，跳水我有看，我就看跳水、体操、游泳，还有什么，反正体操各种什么鞍马啊，什么那个啊，单杠哦，那叫什么，忘记什么杠了，反正都有看这样。圆的球是我的弱点，对，我真的跟圆的球不合，所以我唯一会打的叫羽毛球。对啊，曲棍球那些我是没有试过，所以不要问我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有试过。但真的，我真的对那种篮球、足球、棒球什么球那种都没办法。对，桌球只要是圆的都不行。射箭我没看欸，射箭我倒是没看。冰壶也，冰壶是，那么我就拿刷子的啊，搞不好我哪天就真的去学那个刷冰壶，拿刷子啊。当然哦，那躲避球太可怕了。篮球，我就在找了篮球教练，找不到哦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这个人就对我的运动成绩啊都不错，唯独就是碰到球就要一直重考。上次运动会很痛，没事，因为我每次的躲避球大赛都长这样，都长一样。但运动神经不好，我妈的运动神经不太好。对，我妈好像运动神经不好哎。我是突然开窍的运动神经，因为我小时候运动很差，小学的时候运动超差的，然后我是大概是升高中那时候运动突然开窍，然后就变好了。对，喜欢打猎，打什么猎？太祖大人不会，蛮烂的，我成绩。哦，高尔夫，我喜欢，没有，我有什么喜欢的运动吗？羽毛球算是我比较常打的。羽毛球怎么讲 ？Badminton， 就是我念英文好了。就算我比较常打的，就是唯一一个是我。上体育课我不会坐在旁边的一堂课就是羽毛球，其他我有人坐旁边。我不会踢毽子，踢毽子我但踢三颗就不见了。
唯一参加过的运动比赛叫拔河比赛，全市冠军哦，硬要讲，真可怕，魔鬼训练那时候。菜冠军，但就没有在网上比了，我也不知道，可能那时候没有吧。你有比过跑步吗？没有，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我小学的时候运动神经很差，然后国中的时候运动神经也很差，跑很慢，可能太胖了吧，就跑很慢这样子，然后也不喜欢动，就跑很慢。我是到高中开始跳舞，我高中才学跳舞的嘛，然后开始跳舞之后，我的运动成绩就突然变很好。脸是不是有吗？我还想说，我刚才在摸，想说脸肉怎么那么多、啊？我刚才在摸，想说脸的肉太多了吧。八百两分钟是高中的时候，高二两分五十几秒啦，就是三分内，比体育班还快。不小心的，因为那时候老师说要给我饮料，而且因为我们班有一个人跑很快，然后刚好在前面给我追。然后有一次我高三是因为我去补考，就是因为我好像有事请假，然后我就去补考，然后前面没有人，我就跑特别慢，我就跑了三分多，我就听到我想说啊，怎么那么慢？然后老师说，因为前面没有人给你追啊，然后你就当散步啊。我想说，哎、欸，对，我想说为什么我那一次跑三分钟完全不累，就这样跑完，我想说，而且我以为我已经很快了，结果三分多就超慢，然后老师就说啊，就前面没有人给你追啊，正常正常这样。我说哦，好吧。水球，你说哪一种水球？真的水球还是那种来玩的水球？如果早点用饮料就早，对啊，搞不好哎。但我国小爬杆很厉害，我国小可以就是你知道吗？就那种你们如果当兵应该有，就是一个杆，你就从底上爬上去，再溜下来，再爬上去，再溜下来那种。我国小超会爬的，现在爬不上去了。我现在臂力，因为我。全身上下臂力很弱，我的弱点在手臂肌肉，然后就是小学的时候还好，但长大之后就是好像就没有再怎么用，所以就不太能爬。现在，但小学就咻咻咻然后就爬上去了，对，因为小学是拔河队，所以要臂力很重要，每天都在那边吊在单杠上面这样吊很久这样。哎、欸，真的是就吊很久哎、欸！我小学就真的啊，就很像军校啊，真的。小学还没见过，跟你讲，我们小时候因为是训练，就是每天早上七点多，然后晚上四五点就在那边爬，然后爬，然后爬完之后开始吊单杠，就这样吊在那不能动。然后旁边老师计时，我忘记多久了，反正这样吊着，很可怕、啊、那时候。爬杆设施，对，我们那时候小学的时候有，小学那个爬杆就是，其实不是要爬的，那个是要溜下来，但我们把它拿来当爬杆的道，就是用具这样子。该不会连脚都不用光啊？没有没有，那个太难了，我们有用脚。你，对啊，小学生如果光靠臂力，吓死人哦。去看看健美团，那太难了。但有些人速度超快，就这样咻咻咻就上去了。
假的？那么厉害？嗯，对，好像是底刀队。我们以前都在单杠上转来转去。那我觉得练完最大的差别是，以前吊单杠就要从旁边，单杠不是这样摸字形，要从摸这边这样噔噔噔噔噔爬上去，都吊在那，然后转一圈再上去，这样。以前是这样啊，但是那时候练完拔河队不用哎、欸，从这边嘿跳，然后就上去，上去然后撑起来，然后转一圈再下来，哦，超方便。那时候就唯一的好处就是爬单杠很方便。超帅的、啊、那时候就小学生，因为大家小学生体力都不强，但只有我们班，我们班就是这样走过去，然后嘿嘿嘿，然后就上去了，然后转身就下来了，然后旁边人觉得哇这样，因为我们班就是拔河队训练嘛，所以每一个人都身强体壮。有时候旁边就这样慢慢慢慢爬上去，然后挂在那，像树懒挂在那，然后转上去，再就是要翘很久这样子。对，我们现在就直接引体向上，就引体向上，然后用那个叫什么就。用力就撑上去之后，你就可以把手反抓，然后就撑在那，这样子。然后不然就是你引体向上，然后把脚勾上去，然后你就可以转一圈。嗯，我们小时候很喜欢在那边转，因为转了就感觉好像很厉害，然后全部人都在看你，这样就全部游乐区的人都在看你转，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特别厉害。所以我们班很喜欢在那边转单杠，耍帅。对啊，我们班很喜欢在那边转呢。那个不是核心，核心我觉得是臂力哦。你说脚啊，可是因为我觉得是因为小时候身体就短短的，所以很好上去。现在可能不太行了，我现在可能会跌下来，我害怕。我已经超久没有吊单杠了，超久，真的不行了。对啊，现在可能不太行。好的，今天时间差不多，我先念个排行榜。我来念排行。耶、yeah, ，第十名是 Derek 韦，第九名是吉米昭，第八名是安夏卡拉卡，第七名是龙魂阿翔，第六名是乌鱼，第五名是博成，第四名是中堂喵喵，第三名是朱新当，第二名呛辣咖喱，第一名是黑杰克。谢谢你们，耶、yeah! ！谢谢大家。哎、hey ，因为小时候体重就对啊。哎、欸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小时候体重比现在重啦。我小时候比现在重，我小时候，我想一下，我那时候小时候比现在重五公斤，真的、哦、真的，我小学比现在重。但是因为小时候肌肉很多，因为就一直练那个，所以肌肉很多。但我现在我觉得就肌肉都没了，所以可能也撑不起来，我觉得。弟弟有掉过，应该有吧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们念同一个小学，所以那个设施其实都还在，对，都一样的设施，所以他应该，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去玩呢、啊，但我是很喜欢去玩。差五公斤？没有啊，我小时候53、54吧。差不多啊，我小学没有到55、56哦，小学没有哦，差5、6公斤，对啊，默默爆料，没事，我体重早就没差了，
这几次吧，还以为你小学快乐，没有，小学才跟你快60，太胖了，太胖了，我体重本来都不是秘密，随便问大家都知道我体重多少。成长自由身高，对啊，我是国中的时候才62的，我国中的时候62，对，我国小的时候53、54，印象中最胖的时候到54，但后来好像又52、53之类的。小学60，国中，我小学从来没有60过，是国中，是国中，真的是国中。No， 我不会讲说我小学快60，是国中才62。那张传说中的照片没有，那张是54吧，53、54，这是小学最胖的时候，那时候也才150几公分啊，所以53、54应该就是等于163、60几了吧，应该差不多。但要更瘦啊，现在太胖了，虽然我已经瘦了10几公斤了。对啊，跟最胖的时候比，我已经瘦了10几公斤，但还要再更瘦。150多很高，我是高中3年，一年长1公分，我高中还在长，对，已经算不错了。我至少到高中还在长。街舞也是奥运项目，对，街舞是下次的，下次会有，下次会有。并不会很，没有，有点胖。三字头有点太瘦了，我应该不在这，我应该就躺在床上了，那个太瘦了，160几、30几，那个真的是不行。谢谢刚才送的缘分相遇。好啦，那今天就到这边，我们下礼拜见。应该比对啊。我毫无顾虑，马上开吃。好，大家拜拜，下次见，拜拜，下礼拜见，拜拜，3、2、1，信仰工程浪漫玫瑰，拜拜。3